这个有两位老师对你有意见啊，一位是因为高中的恋情嘛，另外一位真的吗 ？David 老师唱得很好，一直到转音的时候飘来飘去，不晓得飘到哪里抓那个音一样的，就是那个小点，不然的话唱得非常的好。还给你要的自由是种解脱，哎呀哎呀，痛不过背叛的伤痛。哇，已经是非常高难度的歌曲，表现也非常不错，我们掌声鼓励于超英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蔡中颖请出列。大家好，老师好。选的是 Piano 这首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首歌呢，就是我当初在比星光大道第三届的时候，就是张宇老师听我唱完 Piano， 而且那一天魏如云学姐在现场当评审， 然后就这样过关了。然后就是张宇老师就拿麦克风起来说：“等一下，这位参赛者回去开始减肥。”哦，就觉得你诠释的无可挑剔就对了。也没有啦，就是你讲话要小心，这里很多张宇的仇家。哈哈，OK， 马上就来欢迎蔡中颖演唱这首 Piano。在南台湾，只要提起蔡中颖，没有人不认识他。从高中开始就参加过无数的歌唱比赛，家中也摆满了讲座。虽然我参加过很多比赛，但最难忘的一定是星光，是星光让我更加喜欢唱歌。离开星光后，中颖就入伍服兵役了。而退伍后，在朋友引荐下，他也开始了驻唱的生涯。我还记得第一天要上去驻唱的时候，台下有人叫出我的名字，我好惊讶。等表演结束后，我还故意去问那位小姐，怎么还会记得我是谁？她告诉我，听到你的声音就记得啦。她说当时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中颖对于这次能够参加星光大会这样的音乐盛事，他的心里十分的激动，因为他又有机会站上舞台再唱歌给大家听了。百劫是那一年海对沙滩浪花的坚决，黑剑是和你多日不见，弹指间海岸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家感情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这是你的插曲，世界偶尔提起，感情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，歌来自大海，如果爱我已不存在，我希望有一段精彩，让回忆有所感慨。哦哦，如果爱我已不存在，我希望有一段精彩，让回忆有所感慨。后一刻未能升旗，康康老师为什么副歌的时候就是太用力了，听得很不舒服，那我在期待说他最后那边是不是可以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是他最后的时候让回忆有所感慨，还是回到前面那样，我就按了。先休息一下，谢谢蔡中颖。谢谢。好可惜啊，眼看就是要过了，可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为什么会亮灯呢？
最后一刻。对，就是可能我还是太紧张了，就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，就觉得哎，我还是按了一个叉叉，然后就变三个。其实我也没有去刻意去看那个叉叉，因为我想说就把歌唱到最后。结果在最后的时候就按叉叉，其实有点对自己有点失望，就是没有发挥到最好。请出列。好，陶子姐好。你好，关颖涵，你今天选的歌是阿琳的《做我自己》。哇，这首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我曾经目睹一位选手在台上唱这首歌，歌词大乱，然后就这样子滑铁卢被淘汰了。哦，是曾志豪同学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可能因为歌词里面有什么什么我的高跟鞋什么之类，所以他唱起来比较别扭。你选这首歌原因是？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有前途就是比较迷茫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突然找到自我了，歌词也很励志嘛。做我自己这个题目就非常非常的好，也是现在很多女生会有的这个新女性意识哦。做我自己，来，掌声欢迎关颖涵演唱。在我眼前，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，变得更美，自信，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，深刻体会，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，问题解决。